哇，这是你买的新玩具吗？对。看起来好可爱哦。你看我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呢？找一找。哇，你在这里，我找到你了。来，这是你买的新玩具。哇哦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对。哇哦，弟弟你要一起吗？要。好，弟弟从这里进去吧。那私家部火车，你要火车对不对？噔噔，这是已经开箱好了，里面有这么多东西。我要放冰箱。哇，这个冰箱好 Q 哦。这也可以放什么？鱼放一层，然后鱼跟胡萝卜放在一起吗？放在一起。牛奶放哪里呢？好，牛奶放门这里，放门这里。这个是什么？肉粽。我看看。哎，它可以转过来吗？还是盖在一起？哦，它盖在一起的，变成蛋。汉堡蛋啊，熊熊汉堡蛋。好，它放在盘子上可以加热，放在微波。这上面是冷藏，好，冷藏。你的蛋蛋放哪里？旁边。好，吐舌头。然后再来是放这个，下面你看有洞洞，就是表示放在上面的。真的，我看看。好，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吧，难度啊。好了，成功了。你看，差不多不会倒。粘住了，这个很好收纳，对不对？对，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一起，不会乱七八糟的。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打开。哇，它会转呢！噔，里面这个啊啊！我想看看。堵着头啊，堵着头啊！我想看看好吗？今天的玩具开箱就到此结束哦，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这个玩具好玩吗？好玩。好棒。弟弟拜拜。拜拜。